大丈夫做事，我愿意护你就护你，我愿意救你便救你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又是个年轻的后辈，哄哄他又能如何？刚才真是多谢你了，你这份恩情本君记在心上了。他日寻得伯玄回到青池宫，本君定有重酬。小二，来两壶酒。哎，好嘞，您稍等啊。是吗？现在后池上神又愿意同本君一同上路了。哎，您的酒。你我相识至今，并无任何过分算计。之前是我气过了头，所以口不择言了。我在你心里，是不是一直都是一个自大、冲动甚至幼稚之人？哪有那么夸张？来，咱们边喝边说。反正横竖你心里都是寻找伯玄最为重要，就如同你所说的，咱们各走各的，本君也不喝你这酒。还来劲呢。我听说那后池降世时毫无灵脉，兴许只是被一凡人女子生出来的野种。怎么喝酒？来，满口污言秽语，堂堂妖虎皇族，竟能产出你们这种败类。哟，小子，你想替青池宫的孽种打抱不平啊？看虎爷我教训你，兄弟们上。笑什么笑，我才没有担心他，我只是想快点找到伯玄。你还小，还不快跟上。再多嘴，我就立刻让你变成一张废纸。你为何这么做？什么？你我非亲非故，也无交往。如果你是为了伯玄而来，大可威逼利诱，算计逼迫。可你却数次救我，甚至为了青池宫的颜面大打出手，倾慕上君。你为何要这么做？什么为什么这么做？大丈夫做事，我愿意护你就护你，我愿意救你便救你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可我不愿欠别人人情，而且我也不在乎他人的看法，这些年被骂的早就听惯了，你以后也不必。可我在乎。我见不得你受人非议，我见不得有人欺你辱你，更见不得你明明心里很委屈，却装成什么都没发生的模样。日后有我在你身边的一天，我便要管一天，因为我想叫你这个朋友。自此以后，你我同行，咱们坦诚相待，可好？幼稚！你不过比我虚长几岁，凭什么说我幼稚？咱们把这酒喝了，就去找伯玄。